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影片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。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是根据印度畅销书作家齐坦·巴哈特的处女作小说《无脸人》改编而成的印度宝莱坞电影，由拉库马·希拉尼执导，阿米尔汗、马德哈万、沙尔曼·乔什和卡琳娜·卡普等联袂出演。2011年12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影片采用插叙的手法，讲述了三位主人公法汉、拉加与兰彻间的大学故事。兰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学生，公然顶撞院长并质疑他的教学方法，用智慧打破学院墨守成规的传统教育观念。兰彻的特立独行引起模范学生绰号消音器的查尔图的不满，他们约定10年后再一决高下。然而毕业时，兰彻却选择了不告而别。10年之后，事业有成的消音器归来，要兑现当年的诺言。他找来法汉、拉加，一同踏上寻找兰彻的旅程。一路上，他们回忆起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也发掘出兰彻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喜欢请关注加转发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。